还不进来？你个人来的，多危险来我看看。第一次跟儿媳妇见面，没想到是这样的方式，实在是你不礼貌。你老了不会也这么刻薄吧？我尽量不。孩子，刚刚我跟石油说的话，你都听见了。周子正确实不是我杀的，你可以把枪放下，陪我喝杯茶吗？我一个字也不信。邱金虎的一面之词，你就信？信。 他只不过是被邱金虎灌输了十几年的仇恨，一时调转不过来。不用你帮我找补。你放心，我会让你儿子给你陪葬，就像当年你对我父母做的那样。所以说，你们这些小辈，光有个空架子，就出来吓唬人。你要想杀他，不早就杀了，还用等到现在？要不我来帮你。 哎呀，大意了，忘装子弹了。我老了，一定不会像他那么狡诈。那可说不准。那你陪我到老，我就知道了。儿媳妇儿，现在能陪我好好聊天了吗？你出去，我单独跟他说。有什么话不能当着我面吗？ 有些事情，我也必须自己了解清楚。这些是你对我父亲亏欠的，这些不是亏欠，是传承。